两个老婆点得到吗？对，比较难啦。你可以在群组里面叫他，两个老婆点不到，但腰果点得到，好不好？对，他有可以点到腰果，但点不到小腰果。心心念念着 Selina 的小孩小腰果 Hebe 田馥甄以外送平台代言人身份出席记者会，也是好姐妹 Selina 当妈妈后首度亮相，终于可以松口谈自己的心情。第一时间知道闺蜜嘛，知道当下就觉得非常的惊喜啊，但是我也知道她这个是有计划性的，就并非是意外，所以其实是很恭喜她，非常的开心，也觉得哇身体也太青春健康了吧，好棒，很棒，很棒，对，这是天赐的礼物。 Selina 的状态连 Hebe 都吓到，毕竟41岁的 Selina 日前可是挺着怀孕12周的肚子参加3000公尺路跑活动，体力惊人，当时任谁都没想到她已经是个准妈妈。如今再回头看看 Selina 的照片，像是情人节当天晒出和男友站在雪地里甜蜜合照，乍看以为是为了防寒，身上穿好多件衣服让身体看起来圆圆的，其实宽松的外套底下肚子里住了个小腰果。有准备好什么礼物吗？打个金牌之类的。这建议好像还蛮弄一块玉啊，蛮就是蛮长辈感的啊。没有，我没有特别准备，我觉得他才是我们的礼物，然后他会给我们带来一系列的教育跟新的体验，对，谢谢她来到这是世界上。又看到一个好姐妹怀孕，婚礼也在规划中， Hebe 有没有可能担任伴娘，她立刻澄清说没有，也不正面回应自己有没有想婚的念头，只说无论宝宝是男是女，只要健康平安快乐长大就好。 TVBS 新闻焦汉文、肖明正、杨慈英台北报道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，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